张小龙呢，我们艺人都已经就位了。嗨，是我们两位 A girl 啊，陪着我们的左边的叔叔，还有右边我这边是严谨，好，都是美女啊。然后最重要的，两队的队员很重要。对，哇，小甜甜，嗨，他们的身家性命就靠抓在你手上。没问题，我准备好了。Yes， 反应快，但是你要听听对题目。对，我觉得你讲话要清楚一点哦，哈。来，我要怕小钟，怕什么？口齿最清晰了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边我们九八二九八九八九八，对，九八，好的，九八 ，OK 的。哎，你们队长要进去啊？当然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双小啊，双小，双小，看双小，对，看双小。来，准备注意听哦。好，第一题呢，我们要剪三根绳子啊，所以注意听，剪三根哦。这个答案是会有陷阱的，但是有时候可能没有陷阱。好，注意听。台湾之光王建民的拿手球路为深卡球，请问深卡球又叫做混球，对不对？小八，太简单了吧？小八的反应太快了，你要听到混球就赶快抓了，知道吗？又叫混球，你还在想下面是有选择题之类的？明明就剩下他我们就缺他而已，你还问完对不对到抢了？反应太慢，太慢。小八没关系，这一题我们让他，因为他是小钟主持人，他很了解。对啊，你了解这个 tempo 啊？我们让他三根绳，你可以问他要不要换呢？圈圈的人，我真的换的话，我就是混球啊。那又叫做什么呢？声卡球啊？对啊，就叫做卡到球，卡到音的卡到球。下沉球，下沉 球，对不对？他的 C 可会掉下去，知道吗？万一王建民的姿势为那个柜子放球点错掉，他的球不会下沉的话，就被人家轰球没打。懂吗？所以声卡球威力当然在，但是他的那个要拿捏得很好，对，万一错的话也不行的，就会变直球。所以这一题，恭喜小钟答对。好了，小钟要剪这边的李严谨，啊。保持平衡啊！注意听，大家都知道 Hello Kitty 是粉红色的，请问小熊维尼是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小熊英文没学好，当众被羞辱。请问红茶英文为 Black Tea， 对不对？他是说 Black Tea，Black Tea 是黑茶，红茶是 Red Tea。幸福 A 计划，请问。小熊维尼是黄色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是。剪两条，哇！死定死定了！你要剪哪里？等一下，你帮我们剪几条？输在输。啊啊！你要剪哪一条？啊啊！哇塞！啊啊！哪一条？还好，小熊很仁慈。剪的基本上都让他们能够平衡的，对。但是今天我们看看小乔他们这边能不能够反败为胜，因为这边目前呢就八个绳子都还在的。对，队长，我队长可不可以出来？可以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对，队长出来。你们到底要干嘛啊？真是的。来哦，请问大家有红茶及绿茶是国内常见的饮品之一，绿茶的英文为 green tea。请问红茶的英文为 black tea， 对不对？红茶，他是说 black tea，black tea 是黑茶，红茶是 red tea。我想问，红茶到底是红茶？念书不念书？哎，不要跟客家人讲上英文吧。哎呦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红茶怎么会是 red tea 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呢？一定对，从小老师这样教的，真的。真的吗？赶快先听我看看红茶包上面英文都写。红茶是什么颜色？我跟你讲，它可以黑色。红色。但是它泡久了就变黑色。I don't think so。对的人有权利。你现在搞不好你抢太快了。对啊。你要不要换？换小乔。我怎么可能跟你换呢？既像是佛摩萨，我就知道英文就是你最弱、最弱、最弱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为了救你们，我故意考个英文题。对，出英文就对了，对不对？红茶。到底是不是 black tea 呢？一定对。恭喜小乔他们答对。
我来剪吗？剪两根，剪三根，剪三根，剪三根啊！用力的给它剪下去，然后进入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小球果然厉害，一出手就打败了对方一体，而且我们气势已经起来了。来，下一位就是阿朱来，阿朱，我相信你。请问，现任总统马英九毕业于哈佛中医诊所，对不对？耶斯，耶斯，中医，中医。你怎么会抢圈呢？你叫我抢，你看这方向，我是念哈佛没错啊。哈佛，不是中医诊所。搞不，他是多郊区华盛顿的、啊。什么郊区华盛顿？乔治华盛顿呢、啊？什么乔治华盛顿？有一个叫哈佛大学。不管怎样，你拿圈都是不对啊！你这样说的话，他不见得错啊。我们还没宣布啊，对不对？欸、我觉得这一题我们恭喜，就你的答对。再剪两条去，剪两条，剪两条。还剩三条，还剩三条，不要怕，再剪一条，大家的平衡感就没有了。糟糕了，现在双方都剩三根绳子，来，小八加油，小八 go， 好，注意听啊，小八，请问，一生的幸福，成语破釜沉舟，形容下定决心不完成任务绝不停止，请问，破釜沉舟的釜是指烹饪的用品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烹饪用品？错，不对，我没有赢的。斧头怎么会是烹饪的用品？对啊，斧是拿来砍柴的。砍柴的，嗯。破釜沉舟的釜是指烹饪用品？不可能，你说的斧头的釜是一个釜在一个金。啊，对，破釜沉舟的釜是一个釜在一个什么？金子的金。就是金色的金，一个是几斤的金。哦，那也不会跟烹饪有关系。怎么会跟烹饪有关系？对，应该爸爸或钱有关系。对啊，好。哦，所以。那小八，你要不要换？我要换。我们要不要换？换一下啦。金属就是金属，就是烹饪的东西，有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烹饪是不是要用金属？那你干嘛跟他换？对啊，你讲成这样，你干嘛？那你干嘛对呢？他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看他上面有附，通常主菜是妈妈，不是爸爸。对对，所以就不会是不可能。是，对。好像金金好像没有道理。双方在三秒决定要不要换，三、二、一。不换就不换。不换。破釜沉舟的釜是不是叫做烹饪的用品呢？这一题恭喜小八答对。来，注意听啊，听我的解释。当年项羽为了让士兵呢攻到对岸，在船上呢下令士兵将自己的炊具砸了丢到河里，代表不获全胜，誓不收兵。对嘛？我讲输了就我跟你讲，破釜沉舟，让他沉下去，也不用吃饭了啦。让他们沉下去。来，剪一条。抓好，抓好，哇！哇，两个女超人啊，平衡感相当好。来，下一题注意就位了。请问，中华民国的国歌最后一句为“一心一德，直到永远”，对不对？好，阿俊吧，阿俊吧，阿俊吧，快起，快起，阿俊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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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把它捡起来。这一题呢，两个人几乎同时都讲错。来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一心一德，贯彻始终。对。没错，你要抢半天，你还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但我想一下。对啊，一心一德贯彻始终。啊，这题就不算了。不算这题，因为双方抢得很厉害，几乎同时。那我们就各剪一条嘛。好了，来哦。请问台湾早期有一府二路
三猛甲的说法，请问其中一府称的是总统府，对不对？错。对啊，怎么会错嘞？错吧？对啊，错，还是说是错的假？我觉得是错的，因为台南府城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红。对，再来了，鹿港跟三猛甲，猛甲是哪里？万华。邦嘎。对，邦嘎。有一个地方是总统府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地方，哦，对，应该是邦嘎吧。邦嘎。对，因为它是万华区。对，万华区离台北比较近啊。要不要换？换啊，真的。来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换了，好换，对，漂亮。哦，这题好难哦，完全不知道。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来，这一题。哎呦，恭喜，怎么办？小甜甜答对了。耶！干嘛要换？对啊。你是被我刚刚讲说什么总统府在万华区？其实总统府是中正区哦。对啊，那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后来又。想到对，那时候最热闹应该就是万华，所以总统府应该就是最热闹，就是那边。可是那时候一些机要都在那边了，西门町很热闹，不是？好，这一题呢，一府都要讲府城嘛，在鹿港嘛，邦港。邦港。所以他们台湾早期排名前三名的，就是首善之都，就是三个地方。嗯。所以呢，总统府归总统府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们都不行。小周。坐上去，要力，加油，要力，加油！好，哇，加油，是啊，坐上去了。哦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小敏加油！好，这一题很重要了。好了，来，阿菊交给你。两条对两条，快点。请问，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是金星，对不对？一个抢对，一个抢错。这个也好难哦。最近不是月球吗？不是，金星，应该是冥王星吧？我记得冥王星，本来冥王星啊。我记得好像是。你看北斗七星。对对，离最近我们肉眼就看得到。对，金星啊，天王星。为什么怎么排金木水火土？金星是最近，水星金木水火土，土星最远，所以土星还没上去。哇，你有读书。跟你换、欸、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厉害，老祖先真的厉害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不要换？不换，换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换，我不换，你看我没自信，我不换。各位，三秒钟决定要不要换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双方不换，恭喜答对的是 Junior。Yeah!距离地球4180万公里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剩两条，Julia，撑不住了，一姐，好，我可以讲了，我要报仇。好，你来讲，讲完就要立刻拿走，我来。GPS， 请问心肺复苏术的英文简称为 GPS， 对不对？剧组 A 计划。等一下，你要先讲。不告诉你，再讲。站起来！请注意听，著名的卖座电影《第一滴血》，请问男主角名字为席维斯·保特罗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能，这是比例器，这样不公平。对不起啊，我有做水晶指甲。哇塞！算了啦，因为刚刚你知道，你真的太小只了，只有我跟甜甜可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哈。是
好，你抢到了。对，当然不可能，当然不可能啊。当然不可能。刚刚讲的是什么？宝特龙，不是，席位是史特龙。对，史特龙，史特龙。所以这我们讲题目的陷阱。所以恭喜小天人答对。来，小天前一条。哇，今天这次你来我往啊。要剪大大腿，我剪错，还没瞄上，老花眼，老花眼，哎，这两个还有 sexy， 哎，这两个好厉害哦 ，sexy，sexy， 请问，要讲得快哦，国父孙中山死后埋葬于大西十五，对不对？这一题当然恭喜小乔获胜。来，最后一个我来解。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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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，这个好残忍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恭喜我们小乔这么获胜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啊，你来我往，哇，就差最后一分了，我落后哎，对啊，抢得非常好，最后一个小众抢圈抢太多，我觉得也让他下来好了，剪刀给我，快点，自己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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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对对对。